那导师这里讲到啊，你叫我们再来看。导师这里讲到这个夜叉罗刹那伽那伽啊罗摩诃罗伽蟒蛇迦罗罗金翅鸟等啊，或是大力鬼王，或是高等畜生。好，那么这里是啊，我们一般讲的天龙八部啊，天就是天龙，这个是五界十善啊，天龙。龙是畜生啊，畜生有几个呢？这个是畜生啊，金翅鸟是畜生啊，蟒蛇是畜生，三个啊。那这个紧那罗，人身马首啊，半人半畜生啊。那这个是乾达果阿修罗啊，这个都是人形啊，人形鬼形鬼，夜叉也是啊。那基本上啊，他说。或是高等畜生，这个是高等畜生，那这个是大力鬼王，阿修夜叉乾达婆解那罗是大力鬼王，那导师没有全部写啊，那他这里讲摩罗伽蟒蛇迦罗罗金翅鸟啊，还有一个解那罗，解那罗是啊人身马首啊半人半畜生，那么就有马麦克风有开，我没有开。好，那导师这里讲到啊，这个有高等畜生，有大力鬼王。那高等畜生就是啊，他这个没有讲啊，这个是半人半畜生啊。那迦罗罗、摩诃罗伽啊，金翅鸟跟蟒蛇、蟒蛇神啊，啊，这个龙啊，那么金翅鸟会吃这个龙啊，金翅鸟神会吃这个龙啊，那其他的都是大力鬼王。劫机鬼啊，有力量，夜叉也是啊。那我们来看啊，稍微来把这个天龙八部稍微看一下。那为什么会做龙呢？啊，龙王啊，龙也有海里的，也有天上的啊。中国人有时候都是说龙的传人啊。那有没有龙呢？啊，应该是有的啊。佛经里面也有记载啊。那么我曾经也很好奇，到底有没有龙啊？我们神蛇生肖里面有龙。中国龙的传说很多，那有时候蛇会变成龙，有时候龙是蛇的意思不一定，但是龙跟蛇不一样啊，那这里 也有，那像你看《虚云楼上》，他就曾经看过，寒山大师也看过啊，就两只龙在打架啊。那为什么会做龙啊？第一个，它是畜生道，但是它畜生道它有威德力啊，它会变换成人形啊。那《虚云楼上》也有龙王啊，龙王来跟他请法啊，也有啊。那这个广行布施，不依正念啊，习性好的天龙八部这些天不讲啊，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罗罗伽那罗摩诃罗伽，都有一个特性啊，就是这个逐之邪思啊，然后带有一些烦恼啊，就是他基本上习惯性就是说。啊，这个依附邪思，啊，以邪乱真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就是除了天之外，这些都有一个特性，依附邪思，以邪乱真，啊，就依附邪思啦，他自己本身不是这样，但是他就是拥护这些邪思，那个邪思哦，就是啊，这是一个啊，就是比较不正见、不正念的。扰乱阵法啊，
但是他自己本身不是，他以为是正法的啊。那么怀啊，但是怀这个怀有烦恼，烦恼基本上就是不一定看是什么烦恼啊，千减惨计，千令啊，那么谄媚啊，然后这个嫉妒啊，这种种啊。啊，就是怀有这些烦恼，就是一般我们说啊，有功无德阿修罗啊，类似像这样，功就是什么？他实际上有在做善事，但是他内心哦没有善心，就是嗔恨心啊，好起来很好啊，坏起来很坏啊，就是他那种德性不用去除了，但是他实际上做很大的善事哦，做很多的好事啊。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个要稍微要谨慎，因为佛教徒很多这样的，就是很会做好事。啊，在佛堂也很会帮忙，很发心，但是你要顺他的意，啊，你不顺他的意，啊，他就不是发心，不是发菩提心了，就发嗔恨心了，也是发心了，啊，那么也会发斗争心哦，也会，啊，这种就是比较麻烦，啊，那这种他实际上做了很多好事啊，实际上也帮佛教很多嘛，也帮这个事业很多嘛，但是所以他有功德嘛。但是他实际上心里面烦恼重，我们叫做有功无德啊。德是内在的，功是外在的。实际上做的这些事，事业是他盖的，啊，可是他盖完了之后，他就里面哦，这个斗争，这个斗争啊，就他觉得他最大。啊，但是他实际上也有做，所以好坏都有做，啊，那这种就容易做天龙八部。啊，天不算，天五界十善好，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龙。广行布施，龙王，尤其是布施的又都做龙王啊，但是不依正念，它有一个特性，急，而且容易动不动骂人，急性好嗔，就是个性非常急，稍微不顺他的意哦，哇，人都被大家看到你的错啊，你啊，你错，那倒不行，这个哈，如果福报大哈，会做龙，那龙会变化。叫做兴风作浪，啊，会啊，那你在就是说这个团体里面哦，他有权力，啊，他会兴风作浪，就是很简单，能看到很多这种，就是类似像这样的，就是居士里面也有很多，啊，他很发心啊，他很发心啊，可是发心有时候就是他要主导，你不给他主导，哦，他就给你兴风作浪，好吧，那你喜欢兴风作浪，你就去做龙。好，让你能常常能够兴风作浪，他有福报啊，他有福报啊。所以夜叉啊，夜叉基本上就是说，他就是半做好半做不好啊，啊，其实之前做很不好，啊，后来有做一些好啊，都有一些啊，那基本上都是有恶性啊，但是烦恼不太一样。钱达婆叫食香神啊，他不吃东西。他的食物就是香闻香，所以你那些烟供啊，很多都是供钱他不会啊，啊，有一些鬼他不是靠吸这个烟的，不是。那印度有烟供也是靠钱达婆神，那钱达婆神跟这个钱达婆神啊是月神啊，跟这个紧那罗歌神啊这两个，一个喜欢唱歌，一个弹奏乐器。那这个道立天啊，这个什么为什么会都请他们两个去做啊？月神跟歌神，啊，这个钱达婆跟紧那罗，一个是歌神，一个是月神。那他钱达婆嗔恨心比较少，那这个钱达婆会变换成那种我们叫做海市蜃楼，这海市蜃楼叫做钱达婆城，啊，他会变化这个，啊，那喜欢布施。他没有什么嗔恨心哦，其他的都有嗔恨心哦，啊，这个也有，但这个嗔恨心一半一半，啊，阿修罗也有嗔恨心，迦罗罗啊，迦罗罗是怎么来？我看看迦罗罗是怎样，啊，迦罗罗没有特别写到啊，没关系。那这个，你看他这个也是啊，这个没有什么嗔恨心。钱达婆比较少嗔恨心，那这个也比较没有啊。摩诃罗伽这两个比较没有嗔恨心而已，其他的大概都有，其他都有嗔恨心，其他嗔恨心都重，但是善事也做得多就是了，很喜欢布施，
他脾气很不好。那这两个比较没有，这两个嗔恨心不重。那喜欢布施，他喜欢做唱歌跳舞了。好，那但是没有正念，基本上这几个全部都是没有正念，依附邪思。就是他学的不是正法，他学的不是正法，比较麻烦的是这样。所以你没有办法得人生，我现实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但是他还是有。那你看他阿修罗，阿修罗，阿修罗有四个特点：疑心特别重，阿修罗的怀疑心特重，人家旁边讲话你就觉得人家在讲他的坏话了，就这样，动不动是不是谁怎样谁怎样就他。那有一天我跟这个他跟刀一天是死对头嘛。他有力量，他跟刀一天的天主四帝王是死对头，常常动不动就去讨论刀一天。那这个有一天佛陀跟这个刀一天讲这个四帝，那又去跟阿修罗公跟阿修罗王讲四帝，阿修罗王心里面就怀疑了，又开始在想，这个佛陀刚从刀一天那边下来，我看他比较偏心，比较对刀一天比较好，佛陀跟我讲四帝。一定给我暗看一地，就是说他一定跟刀立天讲五地，只有跟我讲四地，他偏心，你看怀疑，他不都是怀疑，很多人也这样哦。师父比较偏心，对谁比较好，怎样怎样，很多人喜欢这样怀疑，疑心特强啊，然后也有嗔心，然后慢心也强，嫉妒心很强，你看他不随善友，不随喜啊，人家做好事。人家做好事修行，哎，老师你了不起，你我是不爱你啊！就在后面，喜欢这样，这种人好心容易做有功夫的人。嘿，我不爱擦你，我擦个地较水，什么擦会擦到会死的，我会擦哎呀，你看哎，这种就是这样，就是有功夫的。他是很发心哦，你叫他做，他会很发心，把你做到好。但是你没有叫他做，或是有人做的比较好，他心里面不随喜，他不喜欢，他不随喜啊。我们要学习啊，学习功德啊，他这点他很难做得到，不学习功德，不管做什么好，他都有话讲就是了。那这种就是这阿修罗的个性，他先喜欢，很嗔恨心比较强，然后喜欢要天要站前面，他不要站后面，反正就是他喜欢，有些你喜欢斗争的，那这个吉纳罗你看喜欢劝人家发菩提心。这两个比较没有嗔恨心，其他都有嗔恨心，但是他主要都是依附邪思，没有正见，没有正念，没有正法，他是很努力修，他不知道在修什么，摩罗伽盲僧，你看布施护法，信喜谦恭，也是嗔恨心强，好，那这个是天龙八部里面，基本上特点都是。烦恼夹杂的一些烦恼，那这两种是贪心比较重，其他都是嗔心重，但是都是有贪嗔痴嘛，但是都是愚痴依附邪思，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依附邪思愚痴，不知没有正念，有些贪心重一点，有些嗔心重一点，但是都有修无报，都有布施持戒，那你布施持戒如果好的话，基本上是做人了。这个是一般说的天龙八部，好，我们再往底下看。那他这里讲到，还有基督教所传的魔鬼。基督教里面的魔鬼，如果一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基本上那个都是鬼道的，有点像罗刹、夜叉这样的鬼灵，生着翅膀的天使，这些鬼神确实有一些功德，德是内在的啦，
功是外在的啊，但是我们习惯讲啊，功德，功德就是作用的啊，就是它有一些殊胜的作用。啊，一般来讲，比如说儒家，儒家有讲所谓的三达德：赐人勇，四维八德。讲到德了，四维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这个是德，德就是你内在的这一些德性。那功啊，比如说立功立德立言啊，就是你的丰功伟业啊，你对实际上对世间对的贡献，还有你内在的德性，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你将军这个有功啊，这个护卫国土有功啊，但你不一定有德啊。啊，好，那基本上有一些神力，大部分你力量越强哦，你的福报越大，就表示你对你的布施做得越多，你的威德力越强。神也有，你看同样是土地公，哎，有的土地公威德力很强，有的土地公就没有啊。那一样是城隍啊，也要看是都城隍还是省城隍啊，不太一样啊，啊，威德力不一样，一样做官做极品的啊，不太一样，这跟持戒有关系。啊，所以富贵富跟布施有关系，贵跟持戒有关系，啊，那你持的越好，你的威德力就越强；你布施的越多，你的富有啊就越多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就能力，啊，那所以也有向善而为高级天福利的，啊，高级天就是我们讲四大天王。那像那个紧那罗啊、摩诃罗伽，那个都是去唱歌跳舞给那些天人看的、天人听的，啊，是这样。那个夜叉罗刹是受这个四大天王啊支配的，啊，在后面做什么做什么的，啊，所以这是为高级天服务啊，有些人，但是他们也有力量。那有一些会作怪，啊，那这些天神也会去啊，也会去处罚他、惩罚他啊，他们比较有力量。在某种情形下，确实能给人以多少的助力，所以常为人所崇拜，恳求是福。啊，那世间这民俗宗教最多就是这一类，最多的就是这一类。啊，那所以因为他就在人间，啊，所以这个也常就跟人在一起，他不同的空间而已。啊，那几乎。鬼是比人多的，鬼是比人多，鬼不知道是人的几倍哦。啊，鬼容易聚集在什么地方呢？啊，就是，对，越阴暗的，然后越就是没有人的。比如说你屋子很空荡的话，也容易有鬼。然后很久没有人住，也会有。啊，那人越多的地方，鬼越少，除了一个例外，啊，也就是。有一些人很多，鬼也很多，那是啥在哪里？医院、监狱，啊，那这种人多鬼也多，还有一种像八大行业这种，那一种色情行业啦，或是说什么这些八大行业那一种气氛啊、灯光啊，那一种都是那一种鬼也多，啊，就是那种跟鬼相应的贪啊、嗔啊，相应的这些。这些基本上，这个人聚在一起，他会吸引，啊，就好像一个大便放在那里，就很多苍蝇过来一样，啊，他会吸引招感。除了这个之外，那么大部分人多的地方鬼就少，人少的地方鬼就多，啊，是这样。鬼是最多的，鬼跟畜生道是最多的。那这些鬼有些有力量。那有一些人哦，其实我们常常讲鬼是弱势众生，鬼也有好鬼跟坏鬼，你不要看到鬼就怕，鬼不可怕，真的，鬼可怜，鬼是可怜的，他弱势众生，就像你看到流浪汉不要怕，啊，他们可怜，啊，很多人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受到有一些，比如说。电影啊，电视的影响，啊，鬼出现都是害人的，啊，那就是
好像鬼出现就会倒霉一样啊，其实不是，有些鬼是好的，有些鬼是好的啊。那像佛教法会里面，有时候也会很多鬼啊，也会去啊。那这些鬼有的是他以前就学佛，或是他想脱离鬼道，他也要学佛啊。那所以他并不一定就是比不好的。那所以第一个不要怕鬼啊，还有鬼有一种特性啊，比如说你越怕他，他越会欺负你，是这样哦。就好像有一点像狗，有时候这样，你越怕他，招跑给他追，他就会越来咬你。你不怕他，你跟他斗，他就会怕你。你不怕他，那我们也不用跟他对抗，他就说你不怕他啊。但是你就是如果你心地光明，他会怕你。基本上鬼福报比人弱，鬼除了他有财鬼，那一般他不靠近人，他跟人相碰他比较倒霉啊。除非那个人哦，除非那个人那个人气已经，就是说他那种福报已经弱了，福报弱的时候鬼就会欺负你啊，鬼就会欺负，就像你生病没有办法动，老鼠来咬你，你都不能反击。那平常老鼠怎么敢看到你就跑啦？可是你在那边动都不动，生病啊，无力，连手举起来力量都没有，他咬你，他就欺负你，一样的道理，鬼也是这样。所以你要有正气，有福报，你有福报，他离你远远的。那如果是那种好的鬼，就是神了，他会保护你，得众鬼神亲，啊，就是这样，他会亲对你，他会护持你，护佑你，啊，如果你的德很好的话。尤其你持戒，那种鬼神哦，如果你持戒，鬼神会非常尊敬你，会护持你。那你非常持戒又非常乐善好施，布施非常多啊，然后持戒吃得很好，天神都护持你。我告诉你，那如果你劳动到天神来护持你啊，那鬼神会躲得远远的啊，真的。那这种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你说像虚云老和尚这一种，那鬼神啊，他敢看到他旁边，啊，他要去哪里，那种土地公就先好了，先把东西先整理好了，啊，真的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但是我们佛教徒第一个，不要讨厌鬼，啊，就是你不要厌恶那种鬼，因为你厌恶他，他也会知道，不要嫌弃，不要厌恶他，不要嫌弃他，不要害怕他。这三个心要做到。第一个，先不要害怕，因为我们都会害怕，先不要怕，不要害怕鬼，那不要嫌弃他，也不要厌恶他。你能够做的就是帮助他，不能帮助他，也不要嫌弃他，大概就这样。那这个是我们要有的心态，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怕，其实不要怕。那这个，他说啊，某种情形下确实能给人以多少助力，啊，求他赐福，求他驱逐邪恶，或是请求不要伤害。所以求他赐福，像我们有些要什么五鬼搬运法啊，请那个鬼哈，所以有些人养小鬼，这很多人养小鬼，养小鬼不好。泰国也很多，啊，养小鬼要看你养的是什么小鬼，啊，那这世间有些，其实你这种都不要，敬鬼神也远之了。养小鬼，啊，拜狐仙，啊，反正这些像这种其实都会有问题，因为鬼神他的特性啊，这里讲的鬼神好凶杀，你看这些鬼神哦，要不是没有正念，就是嗔恨心强。除了那种月神跟歌神哦，比较没嗔恨心之外，所有的鬼神特点就是贪嗔痴重嘛，尤其是嗔心特强，嗔心特强。那动物它愚痴心比较强，那鬼道嗔恨心都强。那嗔恨心强有一个特点，就是好的时候很好，你不听他的话哦，他翻脸就跟你翻脸，他会伤害你。他要帮助你的时候，
你如果在做生意，也可以也可以接了啦，啊，就是把人都赶到来那里。如果你是那个补轮胎的哦，他就在那里，就你车到你车要开到的时候，他就给你破裂，你就一定要他去那边补轮胎。我跟你讲真的，然后就不然就是，他就让你那一天才去要买轮胎买不到，就只有那一天那家有开，就去那边买，他就一直赶紧接了，对了。但是你要不听他的话哦，或是你想要远离他了哦，你就惨了，我跟你讲，他会修理你，然后。但是他会让你离不开他，为什么？因为你生意不好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你就希望他来，然后他就又来了，你会离不开他。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这样，鬼神有两个伎俩，让你离不开他。第一个，给你好处；第二个，把你的好处拿掉，叫做威胁利诱，就这样。恐吓你，你如果这样这样这样。威胁跟利诱这两种，主要是这两种。但是，他要威胁利诱之前，他一定会第一个，你要相信他是存在的；第二个，你要相信他是有力量的；第三个，你要相信他能够对你产生力量。这三点，他才能够予取予求，对你予取予求，甚至能够附在你身上。啊，所以假设你这三点，第一个你根本就不相信他的存在，除非你跟他越缘越深，不然起不了作用，有点像催眠的、啊。第二个，你虽然相信他的存在，但是你不怕他，作用也不大，你比他有力量，你根本就不怕他。啊，那你不认为他有力量，或是他有力量，但是你不怕他，我的力量比他大，所以一样嘛。那你看见狗，如果很大的狗。你就怕它伤害人，你就跑，一跑它就追你。你看这那小只狗，贵宾狗，你不怕它吗？对不对？看见猫那就更不怕了，啊，看见兔子那就不用怕了，啊，这种类似像这样。所以基本上佛法第一个就是你有正念，你不想伤害它，所以你看它也不会跑。然后或是说，它虽然有一点力量，但是力量没有你大，所以你也不会怕它。你不怕它那种眼神，坚定的眼神，它就怕了。他就算不怕你，他也不会惹你，不会随便去惹你啊。这简单就是这样，鬼神是这样的，他的心态跟那个天人不一样。天神是光明正大的，那种动物啊，那种猫狗是查看你的行为举止眼神，那种鬼神是查知你的心，他知道的，你什么心他就知道的，所以基本上是我们遇见鬼神。就是说，或是我们对鬼神的观念就是不害怕、不畏惧、不厌恶、不嫌弃，啊，你只要掌握这三点了，我告诉你就没有关系。即使看到就看到了，看到跟看到流浪汉一样，那就是弱势众生嘛，就这样而已。啊，你也不用开始惊、开始闯，你怕他知道，但是好的鬼神就不会对你怎么样，不好的鬼神他知道你怕他。他有可能就有些的北霸给你了，有些鬼神的北霸给冲你了，就作祟，啊，有些会这样，啊，但是你如果真怕的话，你就念佛，啊，就不怕，真的不怕，我又没欠他，我又不害他，我又没怎么样，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啊，但这个是很重要，很多人很多学佛的还是怕，啊，其实不用怕。那所以啊，你说求他赐福，求他驱除邪恶，啊，请大鬼抓小鬼，啊，有些会这样，也不好，啊，也不好，啊，那或是请求不要伤害，就怕他嘛，啊，就怕他。那最好哦，都不要请鬼，不要对鬼有所要求，因为你对他有所要求，他会想办法拿给你，可是他会要你的东西，啊，比如说要你一个眼睛啊。啊，要你的寿命啊，要你的健康，反正就不一定，一定要拿东西换的，没有，不可能平白给你的，啊，那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啊，男鬼神都充满烦恼，他们的德性，啊，大部分的，啊，大部分可以说他会堕三恶道，一定是跟人比起来，你就算做个乞丐，你都有做人的资格，他没有，
他没有，他虽然有威德力，他就是没有。你狗，狗很大只，有威德力，过得很好，啊，有钱人家养的嘛，啊，过得很好，过得比人还好，但是他就是狗型，狗的寿命就是那样，狗的身心就是那样，就是跟人没办法比。乞丐吃的都没有有钱人家的狗好，过得都没有有钱人家的狗舒服，得到的尊敬都没有有钱人家的狗，但是他至少是个人，他过的是人的生活。狗吃最好的就是狗粮嘛，就是狗的食物嘛，他可以吃跟人一样，但是他就是狗，他就是狗的生活。龙也是这样，龙王也是这样的，龙王很厉害的人，啊，但是他龙王有特定的他的一个业力，他时间到他就会受苦，时间到他就受苦，啊，那特别是嗔恚成性，嗜好凶杀伤害，啊，所以尽量不要跟鬼神打交道，啊，他们表面上也是很好，可是他们都带有，你看都带有嗔恚的个性，好起来很好，可是哪一天哪里知道他拐到脑筋，拐到脚筋。他对不对？他心里面不高兴了，啊，他觉得你要怎么样了，啊，他就会对你产生报复。天神不会哦，天神就是你伤害，就是你他的神像，你拜他，你把他拿去放火烧了，他也不会报复，他不会。天人的特性只报恩不报仇，鬼神的特性一定会报仇，不一定报恩，有仇必报，他会等。他时间比你长，你活一百年，他活五百年，他下一次他还长，他会报仇，但是他不一定报恩，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仇恨，谁对他好，他已经忘记了，即使有，他还是要先报仇为主。天人有天眼啊，有宿命通啊，他也知道谁伤害过他，他不报仇，他只报恩，他只记得谁伤害，谁帮助过他，哎，这个性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充满着仇恨，老是想着谁伤害过我们，心里面念念不忘这个仇恨，很容易堕入鬼神。即使你有修行，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像这个我常常讲一个例子，你看虚云老少年谱，啊，他在云南住圣寺，他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库头法师，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你们去查一下就会知道。然后他当时管，你看他出家呢，又在虚云老下底下参禅打坐念佛持戒，啊，你看这已经算很殊胜了，啊，但是后来做了鬼神护法神，为什么？嗔恨，他一样有修行啊，持戒有念佛啊，还建寺院啊，然后他做库头师，那库头师就是比较斤斤计较一点啊。那当时有一个沙弥叫做真净，跟常住戒48大洋啊，就48块，现在一银元不知道，一银两是不知道花多少钱不知道啊，比如说2000块好了。像他去受戒好像超度为什么要多少钱，好像好，就我们就讲2000块啊，他借了48，我们就讲2000块，借2000块，那常住借他钱啊，他借他钱，他去受完戒他也不还，不还就算了，他还伪造收据，伪造一张收据说某某这个住圣寺的某某人已经把2000块拿回去了啊，他签名了，马上说去，实际上根本就没这件事，所以那个库头师啊非常生气，啊，你没有还就算了，啊，那你还打妄语，还伪造收据说你，你怎么可以欠常住亏损常住，而且还欺骗，哦，我心里面非常生气，觉得这个人无情无义啊，怎么样啊？常住这么帮助你，结果啊，你这样啊，还欺骗，啊，
他因为他是管他管的嘛，所以他就心里面非常，其实也不干他的事，他又不是借他的钱，可是常州的钱他管的，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恨这个人。就这样啊，那个就没回来了。他沙弥受完戒，照理讲要回来，他没回来，他在外面参学了。一直到这个住圣寺，虚云老庄的住圣寺要办传戒，传戒要找很多云里师嘛，啊，就把以前住在这里的联络，请他们回来帮忙。啊，那个沙弥后来被比丘们也回来帮忙。帮忙完回来没有多久，那个增进沙弥，你现在已经变比丘了，对，就被附身了。好，就开始讲了啊，48块钱还来，怎样常住的钱还来，就开始讲这些。那因为已经过好几年了，那有些新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老一辈的就知道哦，这件事的公案他们就知道啊，是因为之前这个比丘啊，过去还做沙弥的时候借了常住的钱啊不还。啊，当时那个库头师啊，某某人啊，就非常生气。现在可能是那个库头师附他的身，一定要他还来，把钱还来。啊，赶快去跟虚云老上讲，虚云老上来了解这样哦，因为这件事，在劝他，个人是有因果，你不要因为这样牵连，你看他堕入鬼神呢，就变成鬼神，因为他的心还执着那，就变成这个山的护法神了，他这是鬼神啊，是出家呢，持戒呢。也持家也持戒，那也见事啊，也念佛也禅修啊，诵经啊，可是只是因为嗔恨心很强，那这个嗔恨心它也是正义的啊，对不对？正义啊，可是一样是嗔恨心，堕入护法神，然后就附他的身，而且一看到他，一定依附他的身，要叫他还钱来。你看，修行修到这样也是。所以你要稍微要记得，啊，世间不管多不公平的事，别人怎么伤害一次，我们不要因为在表面上已经被他伤害一次了，然后未来隐形潜在的伤害又一次，承认吗？承认我们走的时候是我们带走的，不是他带走的，不是留下来给他，你没有伤害到他，你一直在伤害你自己，所以我们又说到。不知道的第二次伤害，啊，这个是太不值得了，真的，啊，所以这种你要稍微要记得，那不然，哦，你会觉得，哎呀，没有天理，没有道理，没有真理。其实嗔恨在谁的身上，谁就受报，这个是最公平的嘛，是这样的，啊。可是他那个沙弥有没有因果？有啊，还是有因果啊，清水常住业也是很帅。可是他自有他的业啊，提婆达多破后二生，你去怨恨提婆达多也没有用啊，他自会下地狱。那你要不劝导他，要不就离开他远一点，你不需要用他的嗔恨来引起你的嗔恨，然后跟他共同造嗔恨的业，你不需要这样啊。啊，所以你看，出家修行，又持戒，又正义，充满正义。但是堕入鬼神道，但是还是有财鬼就是了啦，因为他至少他修行了，你看天龙八部就这样来的，啊，就承认，啊，所以这里啊，好凶杀伤害，啊，你像那个阿修罗，就是看见人家斗争哦，看见人家在吵架，他喜欢看，当戏看，来看戏看戏就是，很容易做阿修罗。喜欢看人家斗争啊，哎，看人家给小打，看两个人小妹，叫像处女，看好戏，看人家相骂，我看好戏，这种个性容易做阿修罗，喜欢看人家斗争。虽然你没有去跟人家斗争，但是看人家斗争喜欢，也容易做阿修罗。这种叫做，所以这种都是有功无德的，你还是做很多好事，可是你这种心啊，没有那种德恨。你虽然修行修得很好，但是真正的修好就是你没有那种少那个烦恼才是真的修好，不是说啊你打坐可以坐多久啊，你的持戒持到怎么样，真正的清净是没有烦恼，啊，嗔恨心是最大的烦恼，啊，
那么三恶道很多都是因为嗔恨心，啊，很多都是因为嗔恨，因为特别是鬼神，啊，所以他这里讲，他们所要人类攻击的是牺牲血肉，啊，这些鬼神有时候不一定啊，但是有一些就是像有财鬼，很多都是食血肉，血肉，啊，那么甚至要求以人为牺牲。那如人而不恭敬供养，冒犯了他，他会报复，鬼神会报复。如果你平常都依靠他，哪一天你变心了，他也会报复，他会报复我。他报复就是拿掉他给你的，然后再加倍，啊，还要拿掉你的健康啊，拿掉你的幸福啦，啊，这些，啊，他惩罚你。就会用残酷的杀害来报复，狂风大雨、冰雹、瘟疫，这等于人间的黑社会恶势力，啊，在你不幸的时候会拔刀相助、慷慨解囊，可是你可不能得罪他，啊，或者使你就此落入罪恶冤手，啊，所以哦，那一种阴庙哦，千万不要去拜，你不要不管为了什么事，都不要去拜阴庙。啊，一种嘛，一种色经色经的吼，啊，一种嘛印功啊，一种那种的。你真的，其实佛教徒哦，就以佛菩萨就好了，其他都不要。那一般的人哦，就是如果他没有信佛啊，他在拜庙，那没关系，就妈祖这种，哦，妈祖啦、啊、关公啦、啊、城隍这一种都可以，啊，土地公也可以，啊，这个叫福德正神。那其他的哦，像那一种。比较属于阴庙的，是最好能够最好不要去就不要去，少结一点缘，啊，这个是最好。不管你发生什么事哦，都不要去那找那一种。那有一些人呢，走投无路了，就会去找那一种，真的，那这个很麻烦。就是第一个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会增加新的问题。就算暂时解决，治标不治本，那个问题没有办法真的解决。他只是暂时用力量把你压住而已，就好像他没有办法清除你的庸餐，他只是用一块胶布吊搁在大条了，没压你看，就这样而已。那你会觉得好像问题解决，其实没有。他如果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他早就不做鬼神了，啊，你要知道。所以就好像你不管再怎么样，你都不要去找黑道。找黑道解决那个黑道啊，你这个就变成一个大黑道，他比他还有力量，啊，就更麻烦，啊，当然也有比较好的啦，但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讲的城隍啊，啊这一种，啊，那从前啊，导师这里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在佛教界也是很有名，啊，他说大勇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徒弟啦，他们大智辈的，啊，那么想去西藏学密宗。依照密宗的规律，请得一个护法神，据说是广济寺的狐仙，啊，那狐仙来护法，却反对大勇法师去西藏，要去他就非捣乱不可，真的是来时容易去时难，费了好大的力量才把他赶走，啊，好，那么这一个公案基本上在佛教界也是蛮有名，他是这样的，他是大概在民国十三年的时候，啊，那。大勇法师去日本学密功，那学完了之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喇嘛叫做白普仁，普仁喇嘛。哎，这个普仁喇嘛在蒙古非常有名啊，然后那时候他在北京也蛮有名的。那大勇法师那个时候在北京组了一个流藏的学法团。就是要到西藏留学的这个学团啊，就是组了几个人，找了几个出家人，然后大家一起要去西藏留学，啊，就流藏的学法团。那，啊，这个时候他要去西藏，那个白普仁就是普仁喇嘛哈，就是因为西藏是这样嘛，啊，你要修法或是你要去哪里，他要请护法，就要帮他修法请护法。那这个是这样，就是。其实这种鬼神的东西就是感应的，他不一定拿香啊，啊，那中国人拿香只是用这个香，然后让你的心起这个念头而已，
你不拿香，你就起念头祷告，他也会来，相应就会来。啊，就是鬼神来，记得他有几种，一个就是你招请他来的，第二个是你没有招请他，感应来的。感应有两种，你现在的功德福报感应，或是业报感应。第二个是你过去的业，你跟他的业感应来的，基本上是这样。啊，那如果没有，那就没有，没有缘就没有了。啊，他也不会找你，你也遇不到他。啊，都是有缘，那这缘就是从第一个从愿，你要招请他啊，有愿啊相招引来。第二个是你没有招请他，但是你的业跟他相应，他自然而然受吸引回来。第三个是你过去跟他有因缘，啊，大概就这样。好，那把这个故事讲完，啊，那这个普仁喇嘛就要帮他修法，要请护法神。那西藏的护法神就是这种夜叉嘛，你看那个药师琉璃光的十二个夜叉，药叉大叫其实是夜叉嘛，是这种还比较有学佛，比较算起来比较正派一点点。那是护法神，可是不知道怎么请的，招赶来这个狐仙，广济寺的狐仙，那可能是住在广济寺的狐仙，还是广济寺那边有人拜狐仙，还是怎么样？啊，那狐仙是这样，他过去也是修行人，他不是狐狸练成仙哦，不是哦，不是啊，狐狸的寿命有限啊，时间到就死掉了，哪里能练成仙？他是修行人，但是修到成精，但是又邪见，所以他才堕入畜生道。畜生道的特点就是愚痴重，特别是邪见重。鬼道的特点是嗔恨心重。那这个狐仙来了啊，就护法。他本来不是要请狐仙的，不知道为什么狐仙自己来。啊，那。后来就狐仙护法，他跟他们讲说这个，他怎么讲呢？就是狐仙护在那个另外，他不是组了一个好几个出家人的这个学团嘛？他护在其中两个人身上，附身了，告诉他们，啊，他是广济寺的狐仙，啊，然后他说劝他们留在北京，不要去西藏。啊，如果他们一定要去，他一定会阻拦他，让他不能去，啊，就是要他们留在西藏。那狐仙为什么会这样呢？狐仙有可能要跟他们一起修法，然后看能不能脱离这个狐狸的身啊。狐仙就是他修行都有力量，然后就是变成狐狸了。他不是小狐狸生出来的，不是的，啊，对，狐狸的寿命有限嘛，那狐仙可以活几百年啊。但是他就是那个险啊，他要受那个苦，啊，像龙王也是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啊，费了好大的力量才把他赶走，啊，到底是怎么赶走的不知道，反正就是说他后来就是弄了很久才把他弄走，啊，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所以他说引狼入室，引鬼入门，鬼神的崇拜者每每为了得罪鬼神，弄得家败人亡，确实是这样。所以哦，不管遇见什么事哦，不要，就是拜佛是最好的啊。那修身、修心、修戒、修福，就这样修就会改。那你老是到处求哦，找没有办法啊，真的没办法啊。那这真是何苦呢？孔子到底是人类的伟人，他的敬鬼神而远之，不失为聪明的办法。好，时间到，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何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